街景虽然一直在变，但却蕴藏堆叠了层层的故事。时常往返台日两地的日本女星大久保麻里子，用日常生活视角探索着既熟悉却陌生的台北角落。设计师严伯俊也透过本身视觉专业及美感领域，带领民众走踏台北。过去在我们想象中，就像我们刚刚市长讲到的陈义珍的旅行，我们就想到旅行就是要逃离我们的所住的城市。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的，所以一有放假我们就会跑出去，跑到别的地方。但因为透过这次啊，我才发现说，原来在我们生活周边有很多事情影响着我们。比方说这次我们要去到蒋渭水蒋医生的纪念馆，然后翻看了他的那些过去的资料，我才意识到说，课本中提到我们的那种言论自由的启蒙，到我们现在设计师自由自在的发挥我们的创意，其实它是有关联的，它就是我们的根，我们的来源。我们现在能够拥有我们现在的文化风格，是因为这一件一件的事情点跟点之间串联起来而成。那就在这一次我们有去到像圆山的地下道，现在变成了开放成一个小酒吧。以前那个地下道都是传说，传说就是逃生专用，但是我们一般人没有机会进去嘛。但现在打开了，你会发现台北的城市非常的 open， 我们可以随着时代改变，很多很多的空间越来越的改变，然后变化。所以文化其实是一种流动性的、变动性的，值得你一次再一次重复的去观看，因为它随时都会改变它的样貌，而它的历史、它的文化会成为我们未来的养分。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被文化局邀请参与了台北文化小旅行的体验。那后面的这个荣事呢，在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，一直都陪伴着台北人的生活。那刚好我的老公也是在这一带长大的台北人，所以呢，听老公说这边小时候这边放学之后，这边跟朋友一起骑脚踏车什么的，这长大的故事，我觉得非常有亲切感。那影片里面我走到了温州街，那边也有很多历史的建筑，日本人看到也很有怀念的感觉，而且还进去可以感受到这边发展的故事。那我之前住过信义区好几年了，但是都不知道，没想到101的旁边还有煤矿坑。对，而且听里长说，直接连以前是直接连接到金瓜石，很有趣哦。这些故事，我好希望可以规划整行程，这样子日本朋友来台湾旅行的时候，也可以走一走，听听这边发展的故事，我觉得很棒。台北市文化局推出12处文化旅行店，将台北的人事实地物变成展品，承载台北不同时期的文化记忆，供民众走逛游览。所以来到台北市，其实就像翻阅一本百年的教科书，它承载了非常多的历史，还有不同的故事。昨天我在看相关的资料，12条规划的文化小旅行，我打开了陈绮贞旅行的意义，搭配这首歌更有感觉，更有 feel。每一次陈绮贞刚好也是我母校政大的校友，旅行可以有很多意义，一个人的旅行，两个人一起结伴，或一群人旅行，它可以是很放松的一趟旅程，也可以是挑战极限的一段旅行。所以每一个旅行都有不同的意义，还有背后不同的故事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很谢谢我们包括两位参与我们这次拍片的朋友，还有文化局所有同仁，以及在地的里长，还有包括圆山饭店各个单位的协助，规划了12条文化小旅行，年底会有35条。我们就是用文化为一个核心，去盘点梳理台北市各个秘境、各个小的旅行，让台北市的市民，还有很多来自外县市的民众，甚至国际的朋友，来到台北市都可以体验台北在地独有的文化，以及了解它的历史脉络以及背后不同的故事。其实过去一段时间，我有机会到其他国家主要的城市去走访，不管去新加坡、去上海，或到韩国首尔。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的风貌，有的城市非常大，人口很多，高楼林立，但台北市给我的感觉
永远就是这么的舒服自在。台北市有非常深的深度，还有非常多的层次，我想这就是台北令人着迷的地方。比如说市长当时交付这个任务的时候，我们之所以花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，最主要还是因为真的不容易，因为很多的点各位看到我们挑了12个点，有一些其实都是大点，那我们对我们来讲挑战就是这个大的点要怎么样子找出新意。比如说圆山饭店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很多东西可以在上面玩，然后我们就发现到圆山密道，那个是东西密道里面有个坝，这个点是非常多非常有趣，所以我们只抓这个点。所以我想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做个小小的结论，就是说市长希望的文化小旅行就是能够摆脱很多日常的包袱，你说走就走，背个背包骑个单车就可以到一个点坐下来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挑这个点，它也许不如金城武术啊，虽然市长不会输给金城武啊，但是呢金城武术呢，它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在一条大道上，博朗大道上，可是我们看这棵树百年，它一直100多年来是跟着这个社区200多年共存共荣，它是我们老树保护计划里面的保护的老树，文庙是我们文化资产的庙，社区是各位看到有新的大楼，有旧的房舍，彼此交错。我们挑这里其实是特别有用心的，就是市长讲的，台北是一个百年的老城，有新的变化，也有旧的痕迹，这个地方是刚好证明了。所以来这里呢，跟金城武术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它跟社区是彼此在呼吸的。对面有一个杂货店，这完全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生活的那个乐趣。所以我想我只是告诉各位说，这12条路线呢走完之后，我们在年底的35条再出来，我们会有第二波，那也会请到国际的友人来帮我们做推广，所以要谢谢大家支持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到福德爷长庆庙后方的大榕树下，与文化局长风格旅人对谈，推荐台北文化景点，而这座200多年的榕树也是其中一条推荐的文化点，年底将再推出35条路线，邀请民众体验在地生命故事与生活态度。记者温君台北报道。发掘台北的文化故事。